百。我说可爱啦、啊。把它拿去给姆姆玩，看到这只鱼有什么反应。好，姆姆在这边。妈妈先把它放了。超好吃的，你知道吗？喜欢吗，宝贝？那真的吗？是在今天就是买了一个贵三三的猫咪玩具啊，不色。现在是猫咪受伤。这是土拨鼠，土拨鼠。蜥蜴啊，土拨鼠比较像吧？谁蜥蜴？不像，我不像。这是老鼠，那这是折耳猫。你来哭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做到一个，做到一个。木木本身是一只无感的猫，它本来就是哦，然后呢，然后就上空一，我不爱上空。要抽奖这只鱼吗？白痴哦，谁要这个木木玩过的鱼啊？木玩过的，木玩过的鱼臭臭。刚买耶。猫咪训练班。我要帮忙好不好？啊，兄弟，你要去你走不走？好不好？超出他理解范围了啦，直接定格。什么东西？他已经定格了。去吃吃肉。好，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喜欢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然后顺便那个，然后猫咪的玩具呢，要依照自己猫咪的性格去做购买啊，不要浪费钱。对，木木去浪费钱那个，对，拜拜。